这里是喜憨儿基金会的台北工坊，看似简单折喜饼的工作、复健活动与生活日常，都能够减缓憨儿退化的速度，帮助憨儿跨越不可逆的生命障碍。大家好，我是侯佩岑，邀请你一起加入喜憨儿基金会安心照护计划，让每个辛苦的日常有爱相伴，充满希望。